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全军出击！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出招吧！为什么感觉有点卡呀？那鱼不是回家了吧？上来学个 W 连，我打一套回家了。天，也算上。我佛了，我佛了，老弟。哎，一开起来晕锤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这波假装不杀，其实不严，让他打我们一下两下三下，一开起来点炎套上晕 A 跳死闪现胶没传送，剑圣可能要来撤，在这回城有可能逼剑圣一个闪，虽然剑圣是打野，是对面的打野，跟我没关系，跟我们家打野有关系，但是也得来点这种细节，嗯，细节一点，每一波都细一点，我们才会更好赢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波重锤，我们闪锤锤开 E 锤锤晕锤往后拉，叫上来 W 点一下，谁来了？我干的，来上了，不上了不上了不上了，现在该我了。我们现在装备比这鳄鱼好，而且我们是20来刀，直接就往他脸上跳。我们4级锤，直接开 E， 锤晕走了，打不死没用，跳走。那剑圣来最多就是吃一波鳄鱼经验，他来没有任何用处。把他们也算上，他也会死。找到了，他也没死就行。
想到了，你又回来了。五分四十八。不拆了，丢了。一开，晕走，没晕到算。跳眼儿，完了。有一个匕首跳到这个位置了。有一个匕首挑到我前面去了，其实这波线我推不过去，最好是控一下，小控一下吧。没想到吧，这把 ADC 是个啥呀？是个金克斯啊，那没事，他别是个维恩啥的就行，别是个维恩卡莎这种的，跑得太快了，金克斯都没有位移。跳回来，重锤开 E， 晕走锤，重锤，这边直接越啊，五秒、四秒、三秒 ，A 两下防御塔，哼 ，A 两下防御塔，重锤开 E， 跳回来晕锤点燃。再锤回血，跟我秦王要柱。现在该我了。975够了。把他们也换上。再见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在干嘛？你不觉得你能扣死我吧？打他一闪现，卡特刚才死了，我看见了，剑圣来我死不了，所以无所谓。想回头斩二段翼，我不开翼真没了，那我肯定得开翼呀、啊。那他抠上来砍的一刀是立刻砍出来的，我肯定得开翼呀、啊。那不能不开啊。去打个峡谷先锋，把上路塔直接推了，推完以后我们直接去下路搞两波。他那鱼怎么还贱不漏嗖的呢？你在这贱什么兄弟？啊，你是不是没死过？我发现呢，怎么还贱吧漏嗖的呢？还非得要怎么的？还非瞅着我？你瞅什么？你有什么好瞅的？严阵以待。
我在这打个峡谷，还在这又瞅我。我又回来了。锤锤，重锤开翼，晕掉下来锤死。这波他没大。卡特死了，剑圣来死不了，没关系。把御血塔拔了，把这给我拆了，把这拆了呀，拿了。没想到啊，我又回来了。回家了。这把先来布甲海吧，哎，好像可以这个样子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难受了。晕锤重锤跳回来，啊，四个卡特他都得跳回来。现在该我。晕不晕啊？抠不抠啊？来跳光头，别着急啊，重锤。卡特好像马上要到啊，留个跳，留个晕，别被秒就行了。不行，这位置比较危险，我们先去打个蟹。无敌了，没想到吧，布甲海。对面要中推呀，给我守塔来！来来来来来，赶紧守塔！这波中路不能让他们推，我看谁敢推？还要集合推中，那好使吗？把他们也换上！剑圣搁哪？给我找到他！上楼有别人不去了。还有谁？你直接放了，要不要不真的直接放上路吧，放。把峡谷放了，上路撑死两个人，还没有，直接放，直接放。他们家锤石金克斯搁中，下路是剑圣加上卡特，上路最多有个鳄鱼，鳄鱼敢过来就直接就锤他。我杀的锤石。
军，跳光头。为啥我身上没眼儿啊？我身上的眼儿都哪去了？我眼儿呢？我真是活了啊！这波没眼儿挺致命的，这眼儿谁放的？死光了！我问你呀，问你呀，那眼儿怎么没了呢？你们仨干啥呢？啊？为啥不走啊？啊？为啥不走啊？哎呦我操！这三个人把我杀了，这波一个没死。可惜了。小龙。全差一身血，哎，有点难受。我太脆了，我还脆呀、啊！我刚没炸，把他们发，那应该是 A 了我一百下，还把我 A 死。没想到，他又回来了。不过这一波确实不应该死的，这波死了其实比较烦。没想到。咋嘞？那金克斯不怕死，最终来团团中，跟我团中，我装备够。他们家不挺喜欢团着吗？来。团打峡谷，你俩还打成峡谷？这也不行啊！这是要聚聚啊，我一看呢，我这得单带了，这团战打成这个样子，减速有点多，我们有点跑不起来。这个金克斯吧，他旁边那个锤石减速比较烦。可以上，翻带去吧。其实可以留，能不能留得住这波？到底能不能留得住？严阵以待。你开大龙哪有伤害呀？这开大龙不全死了吗？上去给技能，上啊！布龙，你说你老让我先上，我操！这剑圣上去不直接把他杀了我？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这布龙，这布龙怕什么玩意儿了？打大龙，布龙不能怕呀，布龙。玩个布龙往我后边站，我这没有那啥呀，
我这没有输入法，可怎么着？把他们也换上。回家卸手，卸手不出了，卸手太垃圾了，出个春哥吧，卸手真是不够。他没死吗？刚才金克斯，啊，没死，金克斯没死。出招吧。小龙下一波几个人呢？能打，哎，这鳄鱼老他妈的杀我就很烦，你知道吧？我还得用闪现去杀。呀，别上，等我小龙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喜欢 A， 啊，喜欢 A， 来吧。没事，我有春哥，我干他。这个春哥处理的不错啊。接我一下，啊，我下不去，等会儿啊，没蓝，来呀，来人呢，哎，回家，出巨酒吧，来个巨酒，换魔杖鞋，没有钱啊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打一会儿少个人，其实越往后打吧越不好打，我单带别被开啊，我就把下路单带了，开中啊，走吧，走吧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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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
应该走的，走个屁呀！那剑圣搁塔下守塔，我直接给他杀了。他们家来人，我们家就推中。那四打四让人高地给推了，真他妈的是服了都。那鳄鱼0-11-6，给我杀锤子！哎，临死还勾我一下。打大龙，我先把红打了。你别站在大龙后边，那有伤害。他们一个打。把剑圣应该能打过吧？哎呀，我没有眼儿啊！我要有眼儿的话就好了呢。我有眼儿，把那金克斯杀了。金克斯杀完直接能推中。除了那金克斯能打得动我以外，他们家没有人能打得动我。你走，你走。你这边不能跟我，你这边跟我，我能走，你走不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我这边有闪。卡特打我不掉血。那属于刺客。三件套刺客打我六件套武器能打动吗？打不动。出招吧！我站着撸他，他都打不动我。只是现在没办法推进去，现在推不进去。不要老在对面的防御塔面前打。拿下一条小龙也可以，其实不着急嘛。别急，快走，别都死了，别死了，去小龙来，我拆下。你这直接推中，你就必须得越塔，因为 AD 他点不了塔。快走，先走，拖一手，这边对面那敢追就全死。我到了，游戏结束。为什么打呀？怎么剑圣还能给潘塔扣了？那剑圣连把西兰刀都没有，我真是醉了，大哥呀！出来守塔吧！杀呀！那没有大剑圣不上去，杀人！杀个金克斯不行，还得杀卡特，杀完卡特还他妈剩个剑圣。那剑圣有个屁的伤害呀，他没有伤害，两件装备，把这鞋换了吧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打小龙吧，你要追不死就别追了。打小龙吧，做点事儿吧。那凯隐死了，别去了，做点事儿吧。打小龙吧。怎么差这么多呀？
也算上。那金克斯一会儿出春哥就输了，打了两条大龙打不过对面，打了两条大龙都打不过对面。我都不知道这大龙打他干嘛，给你们个龙魂，给你们个远古龙，一会儿能打过不？ 拿个红，光头伤害还可以，其实。布隆的盾给你几级？上个锤石，能一波不？能一波一波了吧？ 光头伤害还可以，直接走卡特，别收割我。哎呦，我光头站起来了，6秒、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，光头站起来了，光头。 哎呦我的光头！没想到最后站起来的居然是大光头，给大光头点个赞。